大男人主义一直是我给他的座右铭。自从接触他以来，与他之间的沟通总是隔着那严厉的面具，在那面具下我已无言以对。那天立秋的午后，我迟到了，那严厉的身影一直催促着我，脑中浮现的只有快快快。傻了，呆了，是他。他摘下了那严厉的面具，我看到了面具后真实的脸。